在我的身躯边照顾我，是想安尼给我嘘寒问暖。咁讲吼，伊上个要紧的，就是这个花啦。啥物人唔知影？阮两个姊妹花，就是靠这个花蕊伫咧赚钱，伫咧维生的。阮阿姐即马未来呢，赶紧的准备来种花。好，今仔日摕去菜市啊卖，一定会当卖到真好的绩效。阿姐，阿姐啊，你来啊！阿姐来啊！阿姐跟你讲哦，咱遐的花拢开到足娇足艳的啊！我是讲会当家己办的，去了店里去卖。当然啊，你甲看嘛，你甲看。你看啊，够够无？足够的，我小妹啊，第一就是够种花。无唔对，那一些客人即马吼花已经开啊，咱准备爱出门来去哦。咱来去卖花，来去，行，跟我来。